整个外箱保存都非常好。去年11月8号买的，这是一个创的保证书、说明书以及点评，这没有用过。机子在这个地方，接下里面的配件，这个是变压器，然后 RCA 端子，你接到被动，被接到主动式的喇叭，或者是扩大机，这条也没有拆过，没有用过。那这是 U 内部的 USB 的线，以及变压器的转接头，里面的附件是这样。哎，机器的保存很良好，当然旋钮不像完全新的这么的光泽。其他地方保存都非常好。好，建议要更换 OP 的话，前面的螺丝比较不好弄，可以从后面的螺丝4颗螺丝拔起来，以及将旋钮拔起来，再可以从后面把整个主机板拆开来。好，以上是这个的开箱文。